兴起六年，江南名医叶世礼发现师弟殷世昭利用药王手札私制禁药，危害百姓，谋取暴利，招来灾祸。叶家被屠尽满门，有独子叶相被一路追杀。此人首级者，赏银千两。站住！站住！对对！站住！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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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站住！你们有没有？没有！站住！这里看一看。滚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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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以为杀了我便可以高枕无忧了吗？少爷的命不是你说拿就能拿的。他跑不掉的，下山去找。慢，十月诏令，女子十七，必择良婿而迎之。二十不嫁，罪其父母，家人连坐，重罚不贷。Thank you.
了，小鬼？你陪我当俘虏。别哭了。这还差不多。回头赔你两分。不用了，天哥哥，比起糖葫芦，我现在更想吃城楼的包子，你陪我去吧。哎，我还要巡城，你自己去吧。糖葫芦记账上，回头连本带利赔你两分。春风楼新出的包子吃不吃？私自旷工买包子，我回去就告诉师爷，控制乐器。走吧。听闻山中藏有乌灵参，那个是当今世上治疗心念症最好的药材，若能寻得，往后每个长夜便不再那么难熬了。老规矩，你城东，我城西。老大，你有点假公济私哦。什么意思？这还用问？谁让慈华医馆在西城呢？不过老大，你这又是大小姐，又是一华大夫的，有点不太好吧？你胡说什么呢？英英几乎是我看着长大的，我只把她当做我最好的妹妹。怎么会有血迹？玉华，你这是？路上捡的，依稀尚存，总不能见死不救吧？等一下，男女授受不亲，还是我来吧。他的伤分明是戾气所致，此人到底什么来路？一华会不会有危险？大白天的，一华怎么把门关上了？天哥哥，
你有什么事吗？好巧，都在啊。平日里瞎胡闹我都由着你，但这毁人清誉的话你岂可乱说？他能带个男人回家还有什么情？嘿，英英，你听听你说的什么话。打小你就爱跟一华过不去，他比你年长，所以什么事都让你，但你也不能如此口无遮拦。一华救过祥云县多少病人，连你爹这个父母官都要高看他三分，你这丫头，你怎么说哭就哭？你凶我，从小到大，只要我们俩一闹矛盾，你永远都是偏袒他。我哪有偏袒，我是就事论事。哎呀，别哭了，别哭了。别哭了，眼睛哭肿不漂亮。味道好熟悉，你都昏迷两日了，可算醒了。你是谁？救你命的大夫。哎，那我又是谁？你我素不相识，我不知道你是谁。那我能不能留下来？我也没地方去。不能。哎，那你叫什么？一华。一华，定定向天涯，一一向物华，好名字，那我叫你一可好？这是什么？云归。云归，那我叫云归好了，这样我们算认识了吧？幼稚。抱歉，是你吗？我现在就收拾。哎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出去，对不起，出去，我真的，这个姐姐好凶啊。我怎么什么都记不起来了？慈华医馆。
姐姐。我该怎么办啊？云归，这名字倒是有趣，只是此人身份未知，来路不明，还是要小心些。天都快黑了，这下总该走了吧。花美白膏刚用完你就来了，可真是。没事吧？转过去。看什么呢？在我昏迷的时候，也见过你这般模样。好了。
依依姑娘，你救了我，我要报答你。不必了，我们两清了。救命之恩，岂是一般可比？我要留下来，任你差遣。你还挺会以退为进。入夜风寒，医者仁心。等着，只此一夜，下不为例。谢谢。不看。昨天晚上是你拉我进来。药不能乱吃，话也不能乱讲。仔细想来，昨夜梦魇时好像确实拉过一只手，可他到底是谁？为什么我的失眠症遇到他就仿佛不存在一样？别动，让开，医馆不留闲人。对了，你叫什么名字？云归。云彩的云，归期的归。云归，熬药。哎，来了。云归，啊，晒药。哦，晒药去。云归，啊，晒衣服。好，我去。来了，云归，砍柴。好。云归，云归，云归。人呢？挡在我房间呢。哎，一华妹妹，你家这小公子看着温文尔雅，力气可不小，打坏了我好几个下人。下个月的美白膏分文不取。妹妹客气了。其实说到底啊，这都是一场误会。
要是早说是你房里的小厮，就不能把他当贼抓起来。云归，云归，云归。你是在找我？精彩在后面。天哥哥，你看着吧，一华和云归他们俩一定会有段故事。为什么？他们本就素不相识。哎呀，因为不管是英雄救美还是美救英雄，以身相许都必须是标配啊。就像小的时候你救了我帮了我，长大以后我就要对你以身相许啊。那当时救你帮你的人是导演，你也要以身相许？那就下辈子我们一起给他俩当牛做马吧。当牛做马。